人也随着这找房，他也意识到这个二手房看起来不错，有的时候呢，这个价钱可能你想要，我也想要，这个过程的话，价钱就加上去了。但是我们跟客人讲怎么样哈，需要耐心，也需要 action fast，就是我们就是快。那你这样的话，你像捕鱼一样，我们说多撒网，对不对？那我们真的是如果同时捕上来两条、三条鱼的话，那我看我们客人想要的是几条，那我们喜欢的买家总有权利和这个条件去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套房子留下。那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说也是一个磨合的和互相合作的过程哈。最后我们也是，在多处撒网的情况下，有幸找到一个。新房，而且不需要等7到10个月，就是说他3月份差不多就盖好了，然后呢，价钱的话，客人拿到之后呢，觉得也特别的高兴，因为比较一下和他这个报价的这个二手房差不太多，1800多尺，然后升级什么都做完了，价钱还蛮好的，因为之前你看一些房子1700多尺，他多个报价，最后价格的话也都要跑到42、3万了。所以很高兴就买到这样的房子，恭喜恭喜！谢谢谢谢，我们这边也是这样，我也是特别幸运，有幸和 Nancy 跟他一起学习，一起为我们客人服务。这么多年下来的话，我们就是相信每天呢就是 get better a little bit，每天好一点点，一边做一定要一直学习。服务客人的话，我们是团队的力量，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有的时候可能总有兼顾不到的，这也是就是说，我们接电话的话，电话都是争取尽快回复。那如果 Nancy 这边占线的话，我们团队的电话是多人服务的，包括房子客人的话，如果是投资的，那么投资之前这个区域怎么样啊？租金如何呀？租客未来，包括稍后房产管理这面的话，我们都是很有系统的在做，给客人提供一个。省心，然后能够帮助客人 build 自己的这个资产 asset，实现他们就是房产投资的一个目标，这就是我们团队也是希望能帮助客人达成的。太好了，谢谢你。谢好，谢。如果买房投资啊，拥有自己的家啊，一定找 Nancy 团队。谢谢，感谢感谢。谢谢。